给拉了。快点，滚滚快点。Arts education more like to try to bring people's like intuitive feeling, not through their logical reasoning, but their inner feeling. Like when you feel it's beautiful, you don't need to give a reason why, you just instinctively feel, oh, that's awesome, that's beautiful. That's come from your heart.这幅画蛮好看的，是你教我的，我画的很满意的，颜色和搭配都搭配得很好，我蛮喜欢的，颜色像太阳啊花都显示出来，这个幅画画得很精致很美，我蛮喜欢的。我因为很快乐，画画给我带来快乐，开心。重要的一个感情的寄托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感情很好，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艺术和人们之间无法产生这种联系，就是有没有什么一种方法可以就是普及一些就是基本的知识或者怎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看懂这些东西，能够学会去欣赏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会使人的生活会更好。
我觉得就是学艺术对他的审美，就是可以让你去欣赏生活，去学会欣赏他人。就是说，如果学艺术的话，这都是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一边啊，专业的美术老师是没有的，然后呢小孩子呢毕竟接触的面也不广，说听说你们是音乐那个美术专业的嘛，然后过来嘛让孩子多借鉴，见识见识，增长的见识，就这样。怎么说，就是感觉上他们兴趣方面啊肯定是会挺好的。